换个桌子，我帮你拿着。嘿，你帮拿着，可以拿着牌哦，可以拿牌啊，可以拿牌。你就是你就是烤肉，哎，我负责拿吃的那种。对。好，哎，拿好拿好，哎，这个牌没拿好。有拿着，有。哎，把牌放回去了。你给我开了吗？开了。小雨拿好。啊，那我那个声音放出去了。嗯，好。好，赶快换桌。这个换了，这个八人换好了哦。哦，好。刚刚不是在换桌吗？对，刚刚是我。哦。OK。哦。好了。还有宝可梦的球。场地吧，场地的关系吧。这个整个 Uno 都是宝可梦。哦，内罗卡。是哦。真的。Soga。好啦。前面就先 Uino 一下，好久没玩。Uino，等下不需要一张一张放好，记得有个按键可以按。先放回去。行。好。洗一下。这是洗牌吗？哎，不要乱反。发现不小心反过来了。我已经按到 F 了。怎么反过来的 ？F 啊 ，F 可以转。哇，好帅啊 ！F 是跳车哦，小心哦。不要。不加速哦。不加速。在干嘛？哦，他这个 Uno 是宝可梦版本，我现在才看到。翻了，你刚刚没在听我们讲话。我刚刚确实没在听。超过分，而且我们聊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心思不在你，不在宝可梦上面。好难过。总之，看一下哦。发牌是这个是吗？不是，这是切一半。不是，那是切牌。算你把牌切起来了。我记得在上面吗？某一个按对啊，平均发牌不是吗？等一下，这个，来，那谁？怎么了？让我研究一下。可能需要玩法第二，有了啦，第二个啦，有了啦。已经不记得怎么玩了。五张是不是？这个牌是可以的吗？好可爱哦！啊，好可爱，可以打出来要叫他的名称吗？不要。好，这个懂。玩一下玩，柯文哲。讲一下玩法，有些人不知道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呢，你轮到你出牌，你只能出相同颜色或是相同数字的。柯文哲，然后现在是蓝色四，你就只能出蓝色的牌叠上去。蓝色可达呀，或者是四号。嗯，嘿，然后呢，有那种功能牌，有一个就是黑色的加四，那个是丢下去的话，下一加就要拿四张牌。哦，嗯，嘿，然后呢，如果叠的话，啊，什么东西？不是有些加四，不是叫对方也有没有那个是变异玩法啦。其实我后来官方证实不可以叠加哦，不可以叠、啊。官方有证实啊，他说其实不行，是我们在乱玩。哦，是哦，只要我们规定，他自己设定。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很像那个调色牌，那个就是你出出来之后呢，可以指定说你想下一家开始要出什么颜色这样。嗯。嘿，然后呢，如果呢下一如果呢你完全没有牌可以出的话，你就要抽一张牌这样。嗯。哎，然后呢？如果呢，你剩一张牌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喊 Uno。如果没有被别人抓包的话，你要抽十张。哇，这么凶，抽太多了吧？好了，五张啦。那个数字我随便乱讲的。你说剩一张的时候，直接掰了。对，剩一张打完手中剩。对，手中剩一张。那个有点像镜子符号呢。镜子符号那个就是直接跳过你啊，下一个人跳过你。那个嘞，有两个箭头是什么？你的下一家。嗯，然后两个箭头是，比如说现在我们设定是顺时针，比如说喵哈玩换泱泱嘛，那你出了泱泱出箭头就会变成换回喵哈倒回转。哦，回转。对。然后懂了吗？像这样子了，大概应该没问题，或许 maybe。好，那不然就我讲，那就我先好了。好，你看像我现在出这个蓝色一，杰尼，顺时钟，顺时钟，是。啊，如果看不清楚是什么的话，你可以按 Auto 放在那牌上，就可以看到大放大。真的，哇，可爱哦，杰尼，可以，就是如果有不同颜色，可以叠着出嘛，对不对？泥龟数字一样，数字一样。好，那我要出一个，哇，进化了，换色。哦，那颜色可以一样吗？不是啊，怎么刚卡迷龟又丢出来？
你不能连丢吧？一次一张，一次整一张，一张哦，一次整一张，一次整一张，到你有火恐龙了。叠加的哦。我们第一场先基本的，先基本的，因为他们有人不懂。对那是可以出一样颜色或是一样数字，是不是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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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我可以出这个吗？你们进化了啊！进化了，你真的进化哎！进化史，一连串，进化了。苗哈，啊，给我了，四，四底，三蓝哦。对，三蓝哦，水晶龟啊！哎，他还会进化吗？哎，不行啊！啊，不行啊！你不能丢回转。那我只剩一张牌可以丢了耶！那就丢啊！就丢啊！啊！你要选一个颜色，你要选一个颜色。对，你要选一个颜色。我选黄色。那我要先拿四张牌。对对对，我要怎么点它就好了吗？拉出来，拉四张。我问个问题，刚刚喵哈为什么不能丢那张红色的回转？因为它是红色，因为它红色啊，红色跟数字也不一样。对。哎，我要怎么让？如果是蓝色的回转，它就丢。哎，我牌拿抓着，然后滚轮。抓着，然后不是，它是反的耶，它是 F 啊，按 F。哦，有了哦，对，它按 F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牌。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所以是什么颜色？黄色，现在是黄色。黄色，喵他说黄色，你就要丢黄色，任意数字。你有黄色吗？没有，没有就抽吧。再抽一张，再抽一张吧。那下一个，再抽一张。我好会选哦。看一下哦，黄色七。皮球，皮球，好可爱哟。还 OK 呀。小雨拍谁呀？干嘛啊？加二啦，很过分哎！哇，衣服系列都在加二哎，真的哎，好恐怖啊！超凶的。哎，是我可以丢一张吗？还是我觉得可以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又回来了，又被皮球了，又回来了。我要变猫老大。你变？它是喵喵，这是喵喵喵喵喵。他想变猫老大。哦，快龙，直接变快龙了。哎，种族，你又没黄色对不对？我有数字哦，哦，变了，变色了，变色了。啊！哇，你去哪里？干嘛？还敢乱丢牌啊？小雨牌谁？你很哇！我没牌了，那个红色。哇！红色，哇塞！等一下，我翻个牌耶。我没牌了嘛？红色。好的，红一。那变火火龙。那。那我现在没牌，我可以丢这个吗？可以啊，没有可以啊，相同颜色啊，你是相同颜色就可以啊。好，要把相同颜色、相同数字。进化了。可以啦。注意啊，我要抽牌。原本是什么？哎，注意哦，这才是进化哦。太大了，太大了吧？好，我要抽牌。好，那就换颜色。那就换我吗？嗯。那我就让它再变小啊！变小了，变小了，那我要再回转回去。哇！我又变大了。那就你这种猪都变了。他又进化回来了。他又进化回来了。他又变回去了，乌诺。喂，屁啦！我没牌，我要抽。好，好了，你们不要骗了，这才是好不好？进化！我要抽牌啊！我要怎么翻牌啊 ？F， 嗯，可以帮你加速，也可以帮你跳车哦。啊，我抽，我丢一个 Uno， 这是很怕没喊到有没有？蓝鼠，回转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蚊香。哇！有蚊香哇！我跟你们说哦，我手上这一张牌刚好是六啊！哇！哎，好快哦！坚持了，太快了！我跳过，太快了！喵哈要开始画图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在旁边开始画图。没换谁了？我跳过了，换团团。哦哦，所以换我是不是？对。哎，闪电，绿色，谢谢。谢谢你，乌诺。我也要绿色，我哇哇乌诺，大家都绿色，哇团团哇你，
加哇，好，等一下哦。右边，所以我也可以抽，是不是？我也可以出，是不是？来加二。哎、欸，这么快，还没，还没急哦，有急呀、啊，急呀、啊，急哦，三哦。哎呦，加油被跳过了，加油被跳过了。哎、欸，那我要跳过团团喽。乌诺，还有乌诺了。哇，我没有牌。哇啊，导游、欸。我也没牌，我是抽牌。牌。啊，我手上是雷丘。你就让我没牌出了。欸、你加我两次牌。多少？给你。卡丘，小雨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好，哎，导游你没讲哎、欸。哦，对。啊。哦。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？我刚刚已经剩一张了。没有，剩一张的时候。哦，没关系，让大家抽一吧。好，抽一半，抽一半，抽一半。只要抽牌了，我就要再喊一次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万一我抽牌，我要出掉，我要五次，然后对，反正你手上是一的情况，轮到你都要讲。对对对，剩一张就要喊。嘿嘿嘿，好好好，换我，换我，换你。加二。干嘛啦？一个家族好恐怖，拜拜。好，杰克来抽一张。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我也没有，估计是皮丘哦、喔。我没啊！哇！你也可以画图，你可以画图，你可以画图。啊，怎么什么？哦啊，百变怪！哦，好特别哦，红色百变怪，还要红色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哇，好会哦、喔！哎、欸、呀，要怎么画？还要换我喽？那个第左边的，你好，乌龙，还有乌龙的小雨，我没有，乌龙，哇，你也乌龙了，没有，等一下我还没出来，啦你跳过，抢快，抢快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想说你又被禁止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有谁有回转出一下啦？啊，那我还是要得抽一张啊。有谁有回转啦？快点！我有这个。哦哟！哎、哎，注意！哎哎哎！再抽一张，专属送你。哦，哎呦，绿绿的哦，乌诺，哎呦，你又乌了，又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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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进化，直接进化，这是进化，哇，变成螳螂，掉进进化，你又要再抽，对，那个杰克啊，拍谁啦？嘿，哈哈哈，加四，蓝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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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啊，抽起来都没有蓝的啦，哎，牌快没了吗？还好，还有。小雨加二，好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团团一起加，你好，一部家族真的全出来了，好多。谁的手啊？喵他的手，哦，那喵他的吧，那喵他的。我一直在偷看牌、啊哦，因为太远了。好，来换杰克了、哦，让我一点。你没有得出吗？哦哦，有啦哦，对，霸气忘记了。啊，禁止一下啦。哎，你要进我是不是？哎、你要抽一张，没有，我没有牌，没有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我也没牌了，禁止一下。我也没牌了，抽一下，抽一下。我居然这样抽多牌啊！你的牌越来越多了。表示小的是黄色，该换颜色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么好像也可以画画了。可以画，一起画，一起画，一起画。哎呦，哦，这样就不能。哎呦，
你又污了，我要抽了。小雨，什么？哦呦，又来了啦！蓝色，来水晶龟，还要乌呢？换一个耶！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！我要抽了。啊，换我吗？对啦，镜子。好，那就是你。又换我吗？对，回转。好，那还是你。没有啊，换子你换，还是你啊？哦、他是丢卡而已。哦，好，我抽，来来来。你抽，你抽，还是啊？还是啊？我还是要抽啦。哎、欸，对，杰克刚刚好像没喊乌诺哎。好，我抽，你被